十月的上海春光明媚，新鲜的梧桐树叶慢慢长出来了，嫩绿嫩绿的。搿辰光约好几个朋友来到湖南路、武康路、广马路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看看老洋房，拍拍照片，轻松而又惬意。今朝我带大家再次去一趟湖南路，逛逛上海最经典的海派小马路，跟梧桐树来个约会。我现在立了平湖路高头。平湖路现在弄了老清爽了。平湖路搿搭两旁侪有交关小店，老有生活气息。前头就是华山路了。隔壁是老早的榜一医院。此地是平湖路跟华山路的交界口，对面就是新国宾馆了。这个路口弄了，我已经认不得来了。华山路，搿搭个新国宾馆围墙全部侪敲脱了。今朝我想走的条路就是离搿搭附近的湖南路，有老观众要我到湖南路去走一走，老早来拍过的，但是呢没仔细拍。搿搭路口对面就是华山绿地了，搿就是湖南路。这个路啊，造了老新式的了，跟老早不一样了。我为啥等到现在再来，就是等个梧桐叶子出来。今朝看到个叶子嫩绿嫩绿的，非常漂亮。湖南路是不通公交车的道路，1918年开始造的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。伊老早的名字叫朱棣路，1943年改为湖南路的。搿搭是新国宾馆的围墙。搿搭是湖南路586新国宾馆，新国宾馆，搿里向。对过是。湖南路555号红枫香梨花园，搿是一幢新的楼。你是不是跑到我农民群里上去了？
这条路非常漂亮。老早这有围墙的，现在围墙全部打通了。前头就是新国路了。对面就是新国路跟湖南路路口的一只花园，这条就是新国路。湖南路不是老长，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吧。搿搭是高邮路。对过是湖南路295号。这里是湖南路283弄。283弄。搿搭是湖南路296弄。这条路上蛮安静的，热闹。
张雪，等你搞了一张雪。搿铁门侪锈脱了。在装修，施工队在辣海。搿栋房子就是要装修的房子，估计卖拨人家了。搿幢房子的铁门还是锈迹斑斑，廿六。还要装修的，施工队。这里是296弄，对面这幢房子是285号，现在是一家咖啡馆。这是湖南路280弄，优秀历史建筑，建于1930年代，共有11幢，2号为现代风格，8号为西班牙式花园，24号为西式风格，17号到19号为装饰艺术派风格，公寓住宅。搿幢房子是11号，装修了蛮豪华的。这里像是二少，二少，现在是个单位。搿搭是二少。像个社区，伊搭属于邻里小区，是社区的服务中心。此地是社区的服务中心。
有个老虎厂，伊搿搭属于下康区委会。搿幢石窑与世界大，里向蛮神秘的。湖南路280弄石窑，门道沟有七米道，在装修。搿幢是九号的围墙，第一排是两号，是一栋公寓，现代式的公寓。搿是两号。是一幢公寓的，搿幢是280号两号的现代派公寓楼，对面282号是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。对面是279号跟277号，搿搭是277号花园寺，这是湖南路279号，隔壁这个是77号，搿是在私人家，279号。搿搭是278号，此地是276号，优秀历史建筑，独立式花园式，1932年造的，英国乡村风格。对过是265号，对过就是湖南别墅了。262号湖南别墅，优秀历史建筑，原来是英国商人金融洋行大股东的住宅，1931年造的，
花园市的。1934年，八州福海买下来过，改名为湖南别墅。搿幢别墅是湖南路高头最神秘的一幢。伊个大门好像永远是关辣海个。前头就是武康路了，搿搭到处是网红，侪拿个照相机收起来拍照，伊拉好像蹲辣搭处理块上班一样，每天一批又批人，我过去看叫呢。看两边走的人就晓得了，基本上侪是小姑娘，年纪轻的。武康路的梧桐叶子也出来了，但是还没开满，颜色非常漂亮。等着拍照。搿搭勿仅仅是网红集中营，普通市民也欢喜到搭来。搿栋房子武康路129号，独立式花园住宅，也是吴大克1929年设计的。大概是哦，我也吃不准哦，好像是的。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，要不然他不会标一个蝴蝶结。一个蝴蝶结，一个是它是吴大克设计的。康路现在每时每刻有吸引噶许多人。看这小孩就是这边，年纪轻的、中年人侪有的。上海现在流行微游，就是走几条马路，大家一道集合起来去逛马路。不晓得那跑啥？你先拿100万给我。武康路上头的武康大楼已经成为地标建筑了，埃面搭每天有交关人。
那边是连了武康路高头的尾江。武康路上的梧桐叶子长得特别茂盛。隔壁居民的郎院长主管搭了湖南别墅墙篱笆高头，对过是八进故居，啊，看的人交关，我就不走下去了，继续沿着湖南路走。这是老字了。我继续立了湖南路高头走。这个是湖南路110号。德国式的城堡式建筑。这个就是网友叫我拍的二十龙。搿搭是湖南路二十龙。16、9号，这是桥。这是10号。搿搭是6号、8号、6号、4号。这是2号。2号房子曾经是陈国富的旧居。搿搭就是2号，二十弄2号，现在是居民蹲了。蛮老了，门口牌子写了海，陈国富旧居。搿是门口头个边房嘛，搿是门口头个一栋小房子。这幢是陈国富旧居对面的一幢房子，二十弄。这
塞哦。三号是一个单位了。搿搭是五号，搿是十号，好，十号个围墙老高个，这是布灯，搿搭是七号。老了，沧海。搿搭侪有老的树。这里是九号。搿搭十八出来非常安静，对不对？单轨105号是老早交香油在用的、啊。正好大门开了，搿搭是湖南路宝，1930年建的，现代风格的花园住宅，朝代曾经居住辣搿搭，辣辣1962年到1979年。永福路路口，搿搭路口是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，上海图书馆。旁边是上海图书馆。此地湖南路也就到头了。搿搭是湖南路跟淮海中路的交界地方。对面是永福路，是条小马路。此地就是永福路，也是条安静的小马路，知名度没湖南路、武康路高。
再走那个路过得还蛮适宜啊。现在个天气不冷不热，正正好好。但是我走了汗也出来了。搿搭因为车子少，我可以走了马路当中。对过有讲思想问题，开个餐馆了。我记得搿搭老早旁边有条小弄堂，这里是永福路151号西班牙式花园式，杨振华设计，1941年到42年建造的，现代平面设计。现在搿搭是德国总领事馆。对面两包是永福汇，是家餐馆了。永福路147号，搿是条弄堂。搿条弄堂我好像走过的，我再走一遍。通到啥地方我已经搞不清爽了。搿围墙是德国总领事馆的围墙。我走到此地，我才想起搿搭有条搿能介样子的弄堂。搿房子老旧了，搿搭是搿条弄堂里向的一幢房子。已经老破旧了，147号年数哦，老旧老旧了，玻璃侪敲塌了。搿门老旧了。不晓得啥种啥个年代的房子，搿搭至少装修过了。35号，搿搭是35号，35号、37号、33号，搿条弄堂老长啊。啊不，搿搭通得出去伐？搿搭通得出去啊！哦，小姐。啊？哦，哦，小姐。通得出去，搿搭是啥地方？搿搭房子弄了蛮灵的。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这应该是淮海路吧？复兴西路，我走到复兴西路来了。永福路出来，现在到了复兴西路49弄，搿搭是复兴西路了。我还是拿永福路走光，再往永福路方向走一走。
复兴西路我还要专门走的，搿搭个老房子太多了。现在拍都拍不过来。老早没装修了噶好，现在这里是搿搭就是老早个修道院，现在重新装修了，老新的了。搿搭叫修道院公寓，复兴西路62号。搿地方我老早来参观过。搿搭就是靠近永福路的修道院。再走下去是物业路了。搿搭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位置，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，永福路52号。搿上影厂里向是有老房子。这是永福路2号、4号。这个是永福路1号，商务部特派员办事处。老早办进出口许可证的，侪要到这来办的。永福路1号，商务部是上海特派员办事处。有的下来办证书，办许可证的。这花园老漂亮的。乌鱼路258，优秀历史建筑，叫自由公寓。搿幢楼是辣辣乌鱼路高头，属于地标性质的大楼。乌鱼路有空再来拍一拍。安福路、乌鱼路，上海要拍的物事侪太多了。搿段刚刚没走，永福路68。
永福路七少，搿搭永福路七少是吃肉的地方。搿搭是人家天津里向开了个门，做生意的。是第八十六弄，叫伯乐大院，叫伯乐大院。八十六弄，刚刚我就是从搿条弄堂里通到复兴西路的，我现在又回来了。今朝节目就到这结束了，我带大家逛了逛湖南路、永福路，还有一眼眼的婺源路、武康路。今朝节目到这结束了，感谢侬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多看几秒钟广告支持我，阿拉下次再会。